我知道你，你叫苦痛，你也来看我的表演吗？我来阻止你，你不该污染乐园，也不该伤害武姬。污染？伤害？怎么会呢？这里是我的乐园，我就是你们的武姬。我一直在等你，等你们来找我，可你们一直不来找我。需要的不是你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明明那么喜欢你。你们也该走了。局长，离开这里，回到你们的世界，这是武姬的希望，不要打扰他创造的乐园。为什么要执着？为什么不放手？放手吧，尽早尽快，在陷得更深之前，这样到了被夺走的那一天，至少你不会那么苦痛。你只是不明白，但有人明白。觉得痛苦，这种感情我早就舍弃了。那就放手吧。我不放。看吧，你根本没有舍弃，就是因为舍弃不了，你才无法逃离苦痛。回去吧，乐园不属于人类，停留只会迷失，迷失在去见他的路上，而你永远见不到他。
Thank you.